这给你。折柳相送，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呢。云哥，保重。东君，保重。你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生死相交的朋友的。有了，不过那人估计快死了，已经许久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。谁在骂我？看来你对这朋友也不怎么看重啊。师傅，你也很笨嘛，我逗你的。我那个朋友命大得很，死不了。说我笨。走吧。师父，您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便是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东巴，你有喜欢的女子吗？有啊，我与他有再见之约。何时？待我名扬天下之时。你为什么喜欢他？因为一眼万年。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年龄，不知道他的性格，不知道他的身世，你就因为这样就喜欢上他了？喜欢一个人需要这么复杂吗？一见钟情还不够？他可是我第一个放在心上的。若是日后我再遇到其他的人，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哎呀，你说的话好对呀，我竟无法反驳啊。那师父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在哪儿？都死了，因为我活了实在太久了，所以他们都死了。他们？是啊，我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发誓过此生再也不娶了，但是后来啊，我想想这世间那么多姑娘钟情于我，我若不怜香惜玉，岂不是对不起她们呢？好多故事啊，想得好心痛啊，心痛啊。